来六零三，耶耶耶！他在录影。耶耶！喂！赶快赶快，我们一个耶，拍照一下，漂亮。加油！好，六零三，好，但是你们比赛六二对六三。特写，我杀我特写。九男九女，来，比赛时间60秒，六十秒还没有过黄线啊，就看红线在哪一边，哪一边就赢啊！来，请我们的家长还有观众，请你们全部退到跑道，好，谢谢。我们的家长还有观众们啊，请你们全部退到红色的跑道，因为他们等一下要左右摆。哎，小朋友，起立。来，都退到跑道哈！当然，他们在左右摆，那个力量很恐怖的哈，你不要被甩到了啊！好，待会比完赛啊，不管你是第三名还是第四名啊，就直接到摄影台前面准备颁奖，不要再跑掉了啊！好，准备开始比赛了，来，双方选手起身。六零二班先走后拉，六零三班先走，六零二班先走后拉，拉拉拉，再拉再拉，好停停，好摆直摆直，拉直拉直，六零二班先走后拉拉直，对，好，谢谢，好来，都到绳子的右边，都到绳子的右边，好，双方互换场地。另外，在操场后面，我们进行的是五年级的拔河季军赛。是由五年三班对上五年五班。第一回合啊，由六零二班获胜啊！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！六零三班，啊，恭喜！你们家那就要像这样，不要变成这样，可以这样就会出手。